还最难嘞、欸，想太多了。A midwestern town in America， 中文字幕就好了。拉昆斯 ，A solitary island far off in the sea， 沿海的孤岛。Rockford Island， 罗克福特岛。An island that would become the second raccoon city， Sheena Island， 希纳岛。There are still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these seemingly unrelated yet intensely traumatic events。Though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umbrella was somehow involved, little is known as to the origin of this faceless corporation. When was it established? By whom? 老头想在这三小时破完这游戏，怎么可能啊 ？And how was the T virus created? T virus, T 病毒出来。To uncover the truth, we must delve deeper into the events which transpired in the beginning. 应该会分段把它玩完吧。分段把它跑完。1998年7月28日，拉昆士森林。然后我记得这一场爆发又延烧到拉昆士，就是真正的主城。然后就有三代就这样来的，是不是？我们说错，应该没有。什么？什么声音？哎呀，这应该是病原体，我猜啦。T 病毒的病原体带原者，哦，恶心！哎呀，哎呀，吃吃，我不能再吃掉了。这一代用键盘才死得更快，不要用摇杆，我已经决定好了，就是摇杆。哎呀，看吸血鬼猫，黑猫你好。等级好高，88等哎、欸！我天哪、啊！两小时后，拉昆士的森林上空。Began as a simple investigation of some bizarre murders in the suburbs of Raccoon City. 离奇杀人事件。Nothing in our 我记得我们女主角是叫什么？雪莉嘛，是不是 ？We never stood a chance. What's going on? 对吧？叫雪莉嘛，对不对 ？Emergency landing.雪莉是二代的那个小女孩，不是吗？看我时间错乱了，这女的叫什么名字？你玩圣美绿马才圣女密码才真的叫做暴力。我记得我玩过哎、欸，圣女密码我记得我真的玩过，可是我忘记我是哪个平台玩的，依稀有那个印象，而且还玩到 Key 赌蓝，因为真的挺难的，就是。雪莉是二代的妹妹，二代的妹妹叫什么？雪狼吗？队长，你看，是智慧型。哎呀，恶心。DC PS 2哦，那我应该是买 PS 2的吧？嗯，我忘记了。What happened？ 哎呀，然后这就是这一代的男主角，比利·科恩。Court-martialed and sentenced to death July 26th. Prisoners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Regathon base for execution. Those poor soldiers. They were good men just doing their jobs. 你看以前的画质就是这样子吗？刚 murdered them. 你能想象这还算重置哦？十几二十年前的画质哦。Your friend is brutal and ruthless. Keep your guard up. 啊，有没有那种年轻一辈的已经看不下去这个粗糙烂造的画质？我是觉得他重置了啦，最起码还能看哦、喔，不然以前不用讲了。豆腐人，有看到豆腐人？今天怎么不跳了？啊，那个又不急，那个想跳随时都可以跳啊，是不是？对啊，今天就来一点轻松一点的嘛。其实好像也没很轻松哦，干。啊，应该是不会什么东西突然跳出来吓我吧？希望如此啊。我印象是以前打蜘蛛，结果打到炸弹，然后一起死。三代我还比较有印象，因为我三代以前玩电脑版的，破好几轮了。然后二代也是破好几轮了，所以说我很期待二代的重制版，非常的期待。完了，这一段是英文 ，The door t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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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关一下，哎呦，哎，可以马上可以动嘞，哇，
你看60张数，好爽哦！有没有？有没有很爽？哎呀，这个好像不能跑步，是不是？就是开地图，举枪。嘿嘿，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功能？看不，往后走看一下好了。Hello， 无法进入。他这个字幕啊，让我好怀念哦。以前 PC 版《20古堡三代》的字幕，完了，回到当初念书的时候的那种时光。哎塞哦，被染红的鲜血。谁的大姨妈这么的强？弄翻整座车厢。老头的够不够坚固？我不知道哎。Please identify yourself. Is someone there? Th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that it has been. 哈。完了，要经过一番车轮了，要被轮一番了。有没有看过本本大家都这样子啊，剧情都是这样推的。我就不相信这个剧情没有出本子。哇，死定了。No， 开枪是哪个？靠北啊，开枪是哪个啦？有没有教学啊？开枪！哎你妈的，别走了。外面雨势越来越大。开枪到底是哪个、啊？乘客日记，高层下达的指示。嘿，病毒扩散，好，可以。有子弹。这是开包包，剪是哪个啊？哦，叉叉是剪，行哦。哎呀，那个人尸体啊，额头怎么那么凸啊？哎，等一下我没有剪起来吗？是，哦，剪了，很行哦。有没有先被咬？靠北咬啊！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开枪哦。也对啦，以前的游戏哪有给你新手教学的、啊？以前的游戏就是很硬派的，好不好？啊，看一下简单模式的色带是不是无限的？哦，没有，一次给六个。先来存个档好了。我把我之前的记录盖掉了，好不好？盖掉了，没差、啊。啪啦啪啪啪啪啪啪，爽！我这可以直接吃吧？刚被咬了一下，吃了可以补。Yeah, fine。哎，可以吃安安。你有看过以前游戏给新手教学没有啦？我们的胃口都被养大了，真的被养大了。以前没有给你这样子的，该我不祥的预感，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车长室，这什么？列车钥匙、欸？哎，声音哦，完了，僵尸要动了，他咬人了哦。哦，这就是那个我们的男主角。准备要被判死刑的那一个 ，Billy， 比利 ，Cohen。So, you seem to know me. Been fantasizing about me, have you? You're the prisoner that was being transferred for execution. You were with those soldiers outside. Oh, I see.
You're with Stars. Stars. Well, no offense, honey, but your kind doesn't seem to want me around. So, I'm afraid our little chat time is over. 走了。Wait! You're under arrest. No thanks, Dollface. I've already worn handcuffs. I could shoot, you know. 我大哥可以开枪。Edward, are you all right? What happened? It's worse than we can't. You must be careful, Rebecca. The forest is full of zombies and monsters. 到处都是 monsters. 闪光，单身狗要被闪死了。哦，我不行了！哎呀，我靠！经典的狗狗来了，完了，怎么开枪？干！滚！好的，扫雷！哦！哦哦哦！先要吃手手。嘿嘿，妈的，我生气了、哦。哦，手上的东西，子弹嘞，爽哦！谢谢你，永远感谢你。那可以无限储存，一次射带给那么多，挺爽的。雷文冲安安你好，你不会开枪是怎么玩到06的？不是啊，以前先前的怠速的这个。操作模式本来就截然不同，好吗？而且我是用摇杆，哥哥。我以前都是用滑鼠在玩的，好，这可以理解的吧？好吗？我现在才知道怎么用摇杆开枪，第一次。哎、欸，干他们不稳，大哥别，神子弹时间，教你们怎么巧妙的神子弹，就是不要理他们，好不好？反正把他们射死也不会掉什么装备嘛。所以我想到以前玩三代的时候，超多僵尸我都不打了，直接略过。哎呀，魔种蛋、青蛙蛋啊，恶心！啊，这怎么办？不不，电话，青蛙下蛋，借口老头啊，就真的哈、哦！哎、欸，我本来今天想要播《恶灵古堡7》耶，想说再跑一轮。就想算了，零代跟一代都出繁中了，再玩一下也不迟，也无所谓啦。啊，也再玩一下也无所谓啦。This is Rebecca. Over. 雷贝卡啊，原来叫雷贝卡。Enrico, hello. Can you read me? 我觉得他们全部都要挂了。Please respond.逃犯的详细资料，23个人。比利杀人魔。Enrico, Captain, hello, hello。他现在心里想说。我难道跟这个连续杀人魔23个人的在同一座车厢里面吗？感到害怕，什么？感到怕，所以说他想要逃离这个地方了。怕？操你妈！吓死谁啊？喂！开枪啊，大哥！大哥，早说这么唧唧歪歪。没关系，我子弹很多，那也没关系，这一点不算什么啦。好、哦，开了，有气。以前三代我都会手枪打死追击者，你只要熟悉他的操作模式，小刀都蛮可以啊，是不是？It's gonna be dangerous from here on in. Why don't we cooperate? 你看起来比较危险。Cooperate with you?
Listen, little girl, if you haven't noticed, there's some pretty freaked out things on this train. And I, for one, want to get out of here. I don't think we stand a chance doing it alone. You expect me to trust you, a wanted felon? I don't need your help. I can handle this on my own. And don't call me little girl. All right, Miss Do-It-Yourself. What should I call you? The name is Rebecca Chambers, but that's Officer Chambers to you. Well then, Rebecca, why don't you go and try? 这时候雪莉好像还是小女孩，对不对？刚刚好像讲过，我突然意识到她不是雪莉。那这个时间点是在跟二代是同时发生的吗？检查完毕后，请使用二楼的侧梯子，主动式自动门主电源开关位于第五节车厢车顶。自动门呢，是在第五节车厢车顶。然后呢，会在二楼侧梯子。哦。Well then, Rebecca, why don't you go and try while I wait here?就是这个门吧。在那边闹有没有？这HD安安是一代之前，所以说这时候连二代都还没发生。然后拉昆市森林扩散到拉昆市，可是我觉得时间点应该要这样推吧。拉昆市森林扩散到拉昆市，这是二代的剧情。一代的剧情是要接四代没错吧？一代是要接三代没错，二代接四代嘛。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不同步的，一接三，二接四，零代应该是接二代的剧情，零二四，一三五，有五吗？五代好像，五代直接克里斯一三五，对啊，克里斯是一三五嘛，奇数嘛。所以说这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啊，这边发生的事情，其实二代拉昆斯那边应该也正在扩散当中吧。然后这时候洋管事件好像还没爆发，信不信？啊，三小，有人坐在那里，我觉得应该是僵尸吧？你当我白痴吗？二代跟三代是同时。吉尔逃离警察局之后，克里斯才进在警察局。Excuse me, sir. 所以说他是三代之前。有。啊呀！恶心！啊！是会呼吸的肉，恶心。这有没有像平常吃的组合肉啊？我以后不敢吃组合肉了。我靠！雷好啊，雷好！哇哈吼！我靠，这三小，他打我，我死了！哇！差点就被寄生了，哎呀，被 play 了。那最好是啦，你知道最好是这样子哈，撤退。是一代洋管事发生之前，事件前发生。怎么？好、哦。啊，真女的啊、哦，我以为他男生呢。这一砸爆呀！明明就看起来像男生啊。Who is that guy? Who is that guy? What's going on? Who's controlling the train? Go and check out the first engine car. Listen, we gotta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from now on. You got that? Well, I don't. Clue in, girl. Or maybe you like being worm bait.All right, but you just remember, I will shoot you if you try anything funny. Fine,
Now take these with you. 好，谢谢，人真好。If you find anything, give me a call. All right? 然后吉尔昏迷的时候，里昂跟克雷尔已经逃离了拉昆市。哎，非常安，你好。切换玩家手册，你可以在贝贝卡和比利两者之间做切换，各自的能力来完成游戏。目前控制的角色为主角，未控制的角色为伙伴。哦，哦，啊，双主角设定，感觉有点麻烦。伙伴会自动攻击，攻击伙伴自动攻击，待机伙伴不会攻击。你也可以在雪山单独行动或共同收取做切换。切换角色时按 Y 可以前进。哎，交换物品，哎，选择交换。可调和药草类的物品，防御力低，可使用调和器，具调和化学物质。雷贝卡的特性，比利的特性是他不能调药草类的物品，但攻击力高，可推动许多大型物品。如果伙伴受到攻击或受到太多伤害，则主角和伙伴都会死亡。靠呗，感觉会变成雷啊！在另一个房间受到攻击的伙伴会透过无线电求救。如果伙伴求救，请尽管前要救援。与伙伴合作，有些解谜无法单一解开。卡关时试着看看使用伙伴如何帮助。好的。喂。好嗨哦！嘿嘿嘿，有没有必要这么累啊？那个东西在发亮是怎样啊？哦，切换了，奇怪，那这样子的话，我要怎么跟他拿东西啊？我这边有15发子弹，我赖打，哎，这个是雷贝卡的，他有射带。谢谢，还可以给数量哦。哎呦呀，我都不知道这一代有这种功能哎。哇，你子弹也太多了吧？该给一下啦，不要那么小气好不好？哇，一人一半嘛，感情不会散嘛，各位。好，林北就用比例来玩，行不行？这个还不会雷，你玩到四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雷。四代我玩过啊，玩过四代啊。哎，爬上去，你玩到记录到六还不知道这个功能？不是，我是说该怎么讲？我的意思是说，双主角模式原来零代的时候就有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觉得以前早就做过这类似的一个游戏模式了。干嘛？靠近太危险了。电位断开，我接回电线，接。有。已开启。哎呀！哈哈哈！被射满脸！哇哇哇哇！哇！那我伙伴不是在上面？捡捡捡！子弹给超主的、欸！什么？护外送？外送茶？哎、欸，空的！我要把什么东西放这里啊？下雨天接电线，我也觉得纳闷。不会被电死，我也觉得超屌的、啊。怎么接的？叫一下，叫一下。列车钥匙、欸，好爽、喔！简单模式就是不一样，你看。也太多了吧！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东西了。哇！
卡了。没关系，这时候我们的小女孩啊，不是小女孩，贝贝小姐要去前面的那个电动门来看一下，那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应该是运用那个放那个餐点的那个电梯啊，可能拿东西给她吧，类似像是烤霸之类的。哎，芋头看看。你好，我们去，那在哪里啊？在楼下是不是？黄伯汉安安，好久不见啦、啊！感谢送礼，谢谢哦，离开了。我好像印象中这边有什么东西会跳出来，是这个吗？我觉得这待会会跳出来、欸，好像是吧？被电动门吓到。对，没有错，设法放到楼上去。啊，都锁啦，这个。某种工具才能打开，靠腰嘞！难不成他把钥匙递给我？我试试看，应该把钥匙递给他。我是这么觉得啦，反正他在这里已经生无可恋了嘛，就拿去啊。然后他才有办法去开某一些没办法开的门吧。嗯。哎、欸，等等。耶、yeah, ，可以拿了，所以哦。晚点来玩我的《古剑奇谭》，这款游戏感觉不错，有机会来玩一下好了。入手。哦，有东西砰一声，我觉得非比寻常。但我真的超怕的冰箱会蹦出什么东西来的。是哪里的门没办法开？这是什么钥匙？列车钥匙。应该是最前面那一头，镜头那一头吧，需要用这钥匙打开的样子。哇，这边有僵尸，干他五，黄小怪，老头不把贝雷卡换衣服吗？不是要到某楼捡到东西才能换吗？我现在这阶段没办法换吧？哎、欸、有哎、欸。好，换一下，换一下。哎呦，可以哦。啊！哦，可以。哦，这可以。不好意思啊，换一下。有没有更棒了？都忘记要闪敌人了。哦，别抓我！走开！闪！啊！你们可以趁机看一下了，好不好？我就不阻止你们了。等一下倒地的时候，你们就是尽量，好，尽量，哎、欸，把握住机会，行不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等一下我已经忘记是哪里的，好像是镜头，是不是？刚刚是镜头、欸，哎。啊，算了，准备当好了，不想再白跑一趟。巴拉巴巴巴巴。
不过你会死好几次。你说《古剑奇谭》那么难玩吗？不会吧？我不相信。我们休息，教导应该站起来。嗯？哦，这里。有僵尸？哦，没有，吓一跳。哎，可以合成哎、欸，行哦。驾驶室的钥匙卡一直在我的公事包内，不过我需要另一个人的钥匙才能打开这个鬼东西。只是我好像把它搞丢了。如果是一把普通的钥匙捡回来的，一定交回来。但这把钥匙不太一样，我会找找看的。如果你刚好找到它。好啊，驾驶室的卡在一个公事包内，哪里？哦，拿着。没有别的，我现在拿会不会太早了、啊？乱用一通，调查两个圆孔，完了，我觉得我等一下应该包满了，我有感觉大概会包满。列车二楼，一楼二楼，有哦，下来了。行，我等一下会不会没有空间，没有空间拿我们的东西啊？可以找地方丢。你说《剑骨奇谭》现在在打折是吧？《古剑奇谭》《剑骨奇谭》《怪诞奇谭》好了，哇塞！什么鬼？完了，我不想的预感。哦，这个角度，可恶，差一点。可恶，为什么那个裙子不会飘扬呢？逼真一点好不好？准备 BOSS 战，小姐，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什么声音？哎、欸，这边一个亮晶晶在下面。按错了，大大。噔噔噔噔。看来我只好把这个先放置在地上了。这感觉有用啊。有吧？我记得以前六代不是可以和一个，三代不是可以和一个他妈的。颜色超级像一坨一坨青啊晒的那一种合成吗？奇怪了，急救喷雾，甘霖老师，散弹枪在这里。啊，人生啊，早知道不要捡这个公事包了。放置。色带有蛮多，剪一下。这家伙要两格是吧？干老师，有东西你没捡到，所以记错了。好啦，之后再说啦。这边 BOSS 战是不是？干，我就知道。哇咻！哈。啊，帝都，这大只的帝都，哦，是蝎子，完了，死定了。落点是他的手手，
哇！氧吧算是送给你了。啊啊啊！哎、欸，怎么没有翻对位置啊？你是不是翻错了，哥哥？完了，我快死了。就是有小废物啊！你不是死了、啊？到底要死还是不死啊？死前偷抓我一下，小淘气。哎，抓是这么大只啊、喔！现在来去补个血。这个锥子应该有它的用处吧，对不对？可以用到哪里啊？哎，我应该直接使用才对，这样我就不用那么麻烦了。翻错位置是什么？老头想看什么？不好说，不好说。啊，他应该要，你也知道的。给比利开门用的吧。好，把鞋子不见了。哦，东西真的他妈多啊！到底是被安诺嘞？有点想把霰弹枪寄给他，可以先把这个放置吗？靠爸有用处呢。等下想办法过来一趟好了。怎么可以这么烦、啊？白色的花纹的，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用你们的眼力去检查一下嘛，好不好？是这样，我就不好说了。哇，喵一酱，喵一酱来的耶！好想睡觉、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啊，辛苦啊！这一带好像是没有仓库，对不对？哎，这也太靠北了。这一带也没仓库，真的也太靠北了。储存点。然后我们在最尽头的二楼，我们差爸爸拿东西给他，看一下我想先拿什么给他，散弹枪跟这个先给他好了啦。妈的，麻烦家伙，不能睡啊！辛苦了，辛苦了，要不要帮你俩拎起来？走开，小淘气。哎、欸，娜娜安，虽然我昨天有大爆睡，哎、欸，对，没有错，昨天大爆睡，超级可以的，走错边了，来晚的，还好啦，没多晚吧，半小时而已。哎、欸，不要来抓我。嘿、hey, 你好，哦，凶哦，靠爸是拿来勾那个铁板的嘛，对不对？我们勾完之后把它丢掉，看会勾完把它丢掉啊，不然的话一直占空间，他妈超麻烦。就这个，某种工具才能打开，就这个嘛，是不是？嘿丢。哎、欸，那还会在吗？哎、欸，不见了，太好了！我可以先把散弹枪拿给比利吗？应该可以吧？
早上起来，老头直接臭脸。我哪有臭脸啊？干，他过大不肯给，先给你这个，送给你，送给你。我哪有臭脸啊？我想说，你都这么累了，算了，对不对？有什么好臭脸的？拿去。耶，我拿到了。嗯，现阶段没办法交给他，真的是吧？哎、欸、啊，我不是拿的吗？大哥，大哥，原来没有拿到，哥哥，你哪要讲啊？也给比利换衣服哦，可以啊。有没有黄金？黄金色的衣服，啊，就变成黄金比利了。好啦，我知道很冷。哎、欸，他怎么那么可怜？他只有四件呢、啊。哇，所有的成本都花在妹子上面了。哎、欸，这好帅啊！啊，决定这个好了，挺帅的，帅气挺拔，可以。正在思考要卖多少钱，什么东西？我有一套202的22的序号，你是说，你是说重置版吗？上课拜补，好哦。加油加油，辛苦了！哎、欸，干什么？干什么？呜！哈！是我从上面摔下来的嘛？哦，这已经破坏了，打开了。耶、yeah ，我们可以去找那女人了。为什么你会有重置版序号啊？这代不像二代换衣服开枪速度变快，嗯，嗨，你好，把枪交出来，谢谢。这家伙我觉得应该也不需要用到小枪了吧，散弹枪交给他就够啦、啊，对不对？小枪都给我啦，行不行？子弹通给我，谢谢。哇，好爽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要怎么让他共同搜索啊？按哪一个键共同搜索 ？Let's go！ Yeah！ Let's go！ 爬下去看一下，看到僵尸死掉都会以为要把僵尸踩爆，还会掉子弹，想到别的游戏去了。哎、欸，踩爆掉子弹，哇！大哥，啊！射死他，快点！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很棒很棒。真听话，散弹枪子弹给你。你很需要。
就光是这种东西分配呢，我就觉得堵然了，全部给他了，烦死了。这到底要干嘛？汽油桶干嘛的、啊？现在捡会不会太早了？哦，我知道这怎么用了，这个就是给那个公司包嘛，是不是？老头不打算买审判之眼嘛？目前没有卖显卡送的。哦，显卡现在送那个重置哦，好爽哦！需要有人拉动并释放这个这个要怎么交给拉？捡，他是不会去拿你，大哥啊，拿一下很困难吗？啊，我压住释放那个啊，啊算了，我现在去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拿去给他镶在那个箱子上面好了，完事。一个按一个比例去拿，我可能操作上有点怪怪，不要紧。之后呢，我再那个先把那个公事包先处理一下啊、喔。哦，干你老师、欸！操你妈！干你老师！我就说他妈的东西会跑出来哦，妈的干！不要这样子哦、喔。我在揍人哦！看我，我要空瓶干嘛？到底是为什么要空瓶？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先放置啊。啊，绝命异次元的确是要把怪踩死才会喷。喷那个东西，没错。哎、欸，这这这！你觉得 AI 会聪明帮你拿吗？我真希望他可以帮我拿，拜托！不然实在他妈太麻烦了。啊，这是不是要用那个东西勾啊？老司机就是要把色带丢了，不要啦。第三节车厢后方那个小窗的梯子可以勾住，勾住之后往上爬，一次可以把重量若超过80公斤会弄坏。啊，所以说我不能，我会，我这个角色应该有超过80公斤吧？路中，走到底，快走开呀、啊！哇！太神奇了，这个！等一下，这该不会要雷贝卡用吧？我觉得我很轻啊，弄一弄我死掉了啊！我、哦、没有上来了。完蛋了，我也超满的，我等一下是不是？要拿什么磁卡之类的？哎、欸，你好！也太好笑了吧？他死了没啊？他死了。哦，这是什么？结婚戒指。小李他妈的飞刀，这边一把小李他妈的飞刀，啊！开始苏醒了，
哎呀！开始有这个恶心的东西出来了。欸，原来是从这边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爬到我身上欸，我要怎么办？我上去拿。欸，感谢 Mina 的圣诞帽子，谢谢。我知道，我知道要打开，可是我现在没位置。欸，全部爬我身上怎么办？拿打火机烧吗？欸，看是有多满啊！又是这个，好了，组合，哦耶，磁卡入手了，这么大一个包包，哎呀，一张卡片，可以哦，捡子弹。要让比利跟随啊？真假的？他已经被咬到脱衣服了。干，他开枪啊！你不要浪费子弹好不好？哎嘿，你不要浪费子弹啦！这应该要到走到底了吧？刷磁卡。等一下，我看一下。他刚刚是不是开枪了？完了，感觉跟废物一样，浪费子弹哥。我是看他攻击力强，给他一把强而有力的武器，你知道吗？暗算我，居然敢暗算我！嗯，他还不醒来啊？欸，我觉得我要先去存个档了，我在这有点母汤，先存档先好了。拿到卡，拿到那种重要道具，我觉得就是代表有事情要发生了。趴下，等一下要阵亡，存一下好了。棒哦！要让比利跟随啊，哦，这已经看过了。我以为是新讯息。刷刷刷，是不是这个？有了，哔！哎 ，Easy and Angle， 安安，我。Damn damn。Over。This does not make any sense. How was the T virus leaked? And why did it contaminate both the lab and the mansion, as well as a train almost 3 miles away? That's irrelevant. 这是那个啊，We must make sure no 雪莉的爸爸。Destroy the train completely. 然后那是，这是威斯卡。How far away are you from the nearest branch line? About 10 minutes, Duke. Whoa. What happened?
哇哇哇哇哇！变成会开枪的战士，会开枪的丧尸。哇，有点不同。莫刀绝尘难看，好，感谢送礼，谢谢。他们死了，无法修复。哦，差一点啊！太可恶了！知道怎么解？要把它停下来。刹车手册操作，刹车控制使用方式，按照刹车必须遵循三个步骤。启动控制器。第一节车厢驾驶室，第五节车厢后甲板。若要启动系统，必须先将磁卡插入第五节车厢的装置。如此一来，便会供电给两侧的控制器。我们现在是在第一节车厢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冲到第五节。哇！然后插入之后，输入后甲板侧的密码，靠呗。输入后甲板侧装置的密码解除锁定，完成后即可输入驾驶室侧的密码。输入驾驶室侧的密码。嘿嘿，谁留下来？比利区。I'll go over to the back deck and manipulate the control panel for the brake. You stay here and apply the brake when ready. Okay. Rebecca. Huh? 你今天穿得好美。Okay. I won't. 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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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开呀！哎呀！要记得拿卡片，靠背哦，啊不是啊，卡片他没交给我，妈的，我可以直接宣判重来吗？浪费了三分钟，地上。这里，你说雷贝卡去有剧情，真的假的？有啊，我现在就让雷贝卡去，不是吗？被捆绑吗？捆绑不累。某人会复活，就这个会复活吗？哎，干，这不见了。哇，他复活头发直接不见了，应该不是这个复活吧？老师也太多了。那可以连续抓两次，大哥，快死了！看到他不见，我就知道谁复活了。这现在会恶灵古堡，恶灵古堡零代，这个是最早的初代。哦，复活了！哦哦哦！注意注意，各位老司机。Edward， no。
他。Don't come any closer. 死吧！应该挂了吧？靠呗！被吃的还会动哦，这样子，我快死了。喜欢被咬啊？怎样？我应该没有走错吧？反正就一直冲到最后第五车厢就对了吧。按使用吗？微笑哥，对不对？还好我带卡片，没有卡片我就先哭爆了。还好飞象有提醒我，阿道怎么解？哇！用加减乘除的方式，靠北，等一下，这个要怎么均分啊？二四六八十，二四九七六三，九六五十四。随便用就过了。This is Rebecca. I have engaged the control. 快杀 ！Over. Roger. I'll put the brake on now. 我可以等下再刹车吗？我点刹应该不会这样吧？有没有东西可以捡？看来只有子弹而已。哦，地上还有子弹，好爽啊！好了，不玩了。哎，靠背刹车还要这个？啊！干我死定了啊！十格加起来六十 C， 他不给我看啦、啊！我解三小哦，二四六八十九九九九九九九七六三九八七十二九九八十一八，这样子，这样子成功了。是不是嘛，大哥啊？是不是嘛？嗯，摇杆直接掉地上，你猜就踢一句，拜托！当我没玩过零代哦，我还真没玩过，对不起啊，错了，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没玩过零代。我真的很抱歉，我他妈超抱歉的，道歉行实况组。